真是功德无量，今后祝你们办得成功，一切顺利。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，又有健身的价值，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传统的武术，有灭绝这个危险，需要传播、发扬和光大，保留传统武术。 少林拳中的必修拳术之一，下面我把这个正套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 它的开始式仍然是两手缓缓的由腿两侧向两边分开。 少林拳击长拳，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这一个套路。要学习这个套路，首先要了解这个套路，知道这个套路。少林拳击长拳，顾名思义，它是初学者所应当必须具备学习的一个套路。 这个套路动作简洁明了，节奏分明，功夫、腹部、马步、虚部，扎扎实实，交代的比较清楚，所以也是一学一练。当然，一学一练不等于说不好好练就能够练出来成绩。 练出来水平，想练少林功夫，还必须要能够吃苦，埋下头来，刻苦的、认真的训练，才能够把这一套拳练好。如果我们要不把这些少林式的初级拳术套路给练习好、掌握好，那么在今后复杂的武术套路当中，你很难学好。 因为无论干什么事情，都要从基础学起，关张高楼，从这个根基扎好根基开始学习武术套路，也是这样。首先要学习好基本功和初级的基本套路。好。
下面我就把这个戳击长拳分为三段进行教学。那么我下面进行第一段，一共分为八个动作，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 下面，我把少林戳击长拳这个动作逐个的给大家进行讲解演示，边讲解边演示他这个动作的运动路线。 那么第一个动作是双手由两腿外侧，缓缓的由腰间伸开，向两边伸开，啊，与肩同宽之后，向上托起，如同托着一个气球一般。这时候把这个气。 聚拢到这个头顶前上方，合为一体。合为一体之后，缓缓地落在自己的胸前。这个动作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佛教徒做的一种祈祷的意思。其实，这个动作包含了我们。 大地之混纯阳之气，把这个空气中的纯净的气体收回到这个自己的手中两个老孔穴中间。这个动作也不是社会上所说的那种气功，或者是其他这样那样乱七八糟的那些歪门邪道的功夫，它就是。 把这个三川大地空气中的这个气体啊，进行这个净化吸收，啊，吸收之后，合掌放在胸前，进行运气，把这个身体五脏六腑给调节好，调节好以后，才可能进行更好的武术套路的演练。 下面，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。少林，搓击长拳，起身，走。 下一个动作，预备式，又叫起式。这个时候，双掌又合掌当胸，变为抱于腰间，两脚同时自然分开，与肩膀同宽。啊，与肩膀同宽。双手抱于腰间之后。 握拳，握拳，接着开始变掌，向上提，双掌向上提的同时，两个脚后跟也向上提，脚尖点地。这个双掌提的时候，提到这个胸口以下，不要超过胸口，超过胸口，也就是把你这个气，提过了，容易提到头顶上，提到头顶上。
以后你容易出这个偏差，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胸口一下，接住双掌翻下来，向下按，就是一捻拢这个气向下按，这时候两个脚后跟也着地，翻过来，双掌在扁鹊，同时抱于腰间。 下面我把这个预备式，也就是起式，和大家一块儿来演练一遍。预备式，走。好，下面我把这个第一个动作。 弓步重拳给大家讲解演示一遍。弓步重拳是左弓步，左步向前跨一步，呈左弓步，左手由腰间向前方画弧转出去，摸收，之后抱回腰间，右拳由腰间。 冲出去，由一开始的全心向上之后拧回来，变为全心向下，左弓步重拳。下面我把这个左弓步的重拳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，左弓步重拳，走。 下面一个动作，蹬腿冲拳，蹬右腿，右脚向前跨出来之后蹬出去，记住这个腿是这个脚心朝前，不是这个脚尖朝前，因为它是蹬腿，不是这个踢腿，要是踢腿是蹬直蹬出去，这个是蹬腿。 冲拳，这时候右拳由冲拳变回放在腰间，左拳冲出去，蹬腿冲拳。下面我把蹬腿冲拳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，蹬腿冲拳，走。 下一个动作，马步夹打，右步落下来，变为马步，左手由冲拳变为夹在自己的后前上方变掌，右拳由腰间发出，全心转入向上，拉出去，马步冲拳。 把马步重拳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臀部扎拳。臀部扎拳由于弓步，左足动作，左足动作就是前提起。现在我把这个臀部扎拳。 整套动作给大家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这个臀部扎拳整个动作给大家演练一遍。第一个先着，吸气，下按掌，接住双手同时下掌。现在我把臀部扎拳这个动作。 和大家一块演练一遍，臀部扎拳，走，臀部扎拳，臀部扎拳，背面动作，下一个动作，蓬分马步，上架。
下面我把少林搓击长拳第一段和大家一块演练一遍。少林搓击长拳第一段，敬礼。 下面。
我们进行第二段的分解教学动作。第二段第一个动作，斜拍脚，弓步夹打，由现在的前腿掌和勾手变为三步拍左脚，由右手拍左脚，抬脚之后接着下来，腿掌左腿掌，右手夹在自己的头前上方，成为斜拍脚，弓步腿掌。下面我们进行斜拍脚，弓步夹腿掌的完整动作演练。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盖掌的动作演示。转身盖掌，由现在的左弓步夹腿掌变为转身，右脚抬起来之后，右脚在横地，左手放回腰间，右手向下压，向下压了之后，左手在腿掌，腿掌向下按，向下盖，叫做弓这个转身盖掌，转身盖掌的演练。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儿做，走。现在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弓步冲拳动作练习。弓步冲拳，由现在的盖掌变为左脚向前跨一步，左手收回腰间变拳，右手右掌变为向前弓步冲拳，弓步冲拳。现在我把弓步冲拳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弓步冲拳，走。现在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顶部按拳的分解讲解。顶部按拳，由现在的弓步冲拳变为左脚向里收，变成由顶部右冲拳向右前方后方拨，右拳放在后边，离这个很远，左拳由腰间发出，在左前方画弧，放在自己的左胸前，顶部按拳，又叫wushu盘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顶部按拳背面动作给大家演示一次。现在我把顶部按拳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。顶部按拳，走。现在我把顶部按拳这个背面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。顶部按拳，走。现在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练习。下一个动作，离侧腿勾住腿掌，离侧左脚向前跨一步，之后左手击打右脚脚面，
翻过来身，变位左弓步。这时候，右手在腰间，右拳变位向前腿掌，左手在腰间向后勾，勾手，一合腿，勾手腿掌。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高虚步腿掌，动作演练和讲解。转身高虚步，身子向右转，右后勾手变位，前左腿掌，右手向后勾，向后勾手。啊，站起来，右脚脚尖点地，这就叫做。 高虚步，转身腿掌。下面我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转身高虚步腿掌，走。 一定要连贯起来做，是左四肢抬脚，右四肢抬脚和右二踢脚，接着右弓步冲拳。下面我们进行这个动作的演示：左四肢抬脚，右四肢抬脚，右二踢腿脚，右弓步冲拳。下面。 我们一块练习左四肢抬脚、右四肢抬脚、右二踢脚和右弓步冲拳的动作练习，走。 演练一遍。 转身斜步插掌，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转身斜步插掌。
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倒步插掌。动作演练，倒步插掌，由现在的右斜步变为右步，向后跨一大步，变成左弓步，左手由现在的左掌变回放回右腋下，右手从左手背内抬插出去，掌变为立掌，现在我们进行倒步插掌动作演练，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乌龙盘打动作练习和讲解。乌龙盘打，两个手在自己的身体前方轮圆转一圈，由左弓步变为右虚步、右扑步，左手击打右手击打右脚脚面，左手沉于后边，掌心向上，要反背拧过来，掌心向上，这时候眼向右前方观看，下面我们进行乌龙盘打的完整动作练习，现在我和大家一块演练，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右弓步左右冲拳动作讲解和演示。现在的右扑步变为右弓步，先左冲拳，左冲拳为平冲拳，接着右冲拳，右冲拳是向上冲拳，向上冲拳，左手放在右腋下，目平视前方，这个全心向前。下面我们一块完整的做这个右弓步左右冲拳，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提起上架动作演练和讲解。提起上架，由现在的右弓步冲拳变为起右起右脚向里面收，收回提起来，左手向下按，按在自己的裆前保护自己的裆，右手向上架护于自己的耳道处耳根处。下面我们把这个提起上架完整的和大家一块说一遍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蹲步扎拳。现在我把蹲步扎拳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讲解演示一遍。由现在的提起上架变为右脚落下来，右手右拳由右耳根处落下来，砸于自己的双膝前面，啊，叫做蹲步扎拳。现在我把这个蹲步扎拳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次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虚步扎拳。现在我把虚步扎拳这个动作要领和大家讲解演练一遍，由现在的蹲步扎拳变为
右脚向右后撤一步，之后左脚再向原地垫步，垫为左虚步，右手和左手轮背轮一圈转起来，现在我把虚步夹打重拳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手势。手势是由现在的虚步变为右脚原地不动，左脚收回来，双手由腰间向两腿伸展，向上之后转一圈落下来，双手放于自己的大腿前腿，呼吸自然放松。现在我把这个手势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走。下一个动作，一气还原，把这个意念和气收回到丹田之处，两手仍然是缓缓地托起，像托起太阳一样，之后合掌当胸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目平视前方，这时候这个气息要调整，呼吸平缓。那么这个整一套的少林托起朝拳我们就演练到这里，算是圆满完成。现在我把这个一手丹田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，三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走。缓缓地由腿两侧向两边分开，